小时候一般训练比较多，然后小的时候啊，比较喜欢我的启蒙教练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启蒙教练，他会去骂其他的运动员，然后还会去非常的严厉去训他们，但对我就非常好，所以小时候一直到如今也是对我启蒙教练印象是非常的好。